看起来像钥匙攻击，然后右眉这边有缝三针。另外，武警的部分呢，因为戴口罩，啊，远警在现场予以劝说。那武警突然间不但不听劝导，突然间攻击远警，造成远警的左眉上方啊，有伤风痕以上的一个撕裂伤。那前段第一伤害攻击啊，及防碍公务部分呢，予以移送。那另外他因为武警未戴口罩的部分啊，则会给远警啊，依规定啊，报警卫生警予以采访。